看看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去黑口啊！今天给我去个黑口，好几天没有去黑口了，抓紧去忙，去完黑口去接孩子，快到点了。15分钟啊，15分钟揭开它。好了，15分钟到了啊，那现在给揭开。现在把镜头反过来，姐妹们啊，姐妹大家看，是不是有好多都吸下来了？侧面能看得清楚。好了，洗干净鼻子之后，这个有一个毛孔收缩精华液，把这个涂到鼻子上面，毛孔就收缩住了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去黑口的小绿毛套盒呢，真的很好用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，姐妹们小黄车去拍吧。